太夸张了。他的后劲可能有点强。对，后劲像什么？我一开始吸我开始很早。你得到了这个点，后面超辣，后面超辣，辣辣，很辣哎，呛。青少年的味蕾跟我们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很少听到有，就是他吃完他的感觉都还是不太一样。对，对，每个人形容出来的味道。第一个说辣的，辣，你要听一下吗？我觉得是抓到，抓到。好正常哦，我昨天还看中正病，好像没错。你看他最厉害是什么吗？可以关开始了。好干的，太干了，甜甜的啊，跟我那个一样。哎，有点游泳池的味道。真是香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游泳池，原来是后劲很强的香料。就那个嘛，越那个什么中那个卤肉有一个会放一个八角还是什么？啊、哦，有，它其实是茴香，茴香，对，是茴香。好淡定哦，佳琪哥，这很好啊，来，再给我。没有没有，我去买新的给你。只要除去我口臭的东西，我什么都好。真的假的？你喜欢？好好，但是讲话不能有这个味道。哎呦啊！印度味，越诡异。目前是没闻到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像清洁剂的味道。清洁剂哦，对啊，就是有游泳池。那个肥皂，就是那个肥皂味。真的有那个立式肥皂的味道。有立式哦，就是具体的味道。你知道乙花很厉害，因为它吃中药都可以在嘴巴里面把那个中药跟水 mix 成分，对，成分弄出来。那种荔枝吸收乳的味道，荔枝吸收乳，荔枝肥皂吸收乳的那种味道，一定是荔枝拿过来的。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八角味，如果你能接受八角的味道，我现在整个是甜甜的，很像人家冰糖这样，很好的东西耶。你们喜欢耶，这桌竟然真补了耶，这桌很厉害耶。八角味，我真的，其实一开始还甜甜的，有一点像糖。对。那不就漱口水的味道吗？有啊，跟它总是有不同的词汇。就是每次去动物中心要漱口，都有漱口水的味道。以前就是游泳池、更衣室的味道。更衣室，很多沐浴乳的味道啦。对啦，对，这样子弄。又是的味道，又是的味道，你吃吃看。味道，小佩如有吃过吗？对，我真的觉得就是漱口水。漱口水，或是去看牙医的时候，但有一点背后就是有点中药的。嗯哼，好淡定，这桌人好厉害。小佩如的味道就是很香啊。对，我吃进去，真的，我怀疑你们在贩卖毒。大麻吗？他可以用鼻孔吸吗？我觉得很好吃哎。对，你要先吃完。对，你要你先不要那么快。来了，有一个凉凉，然后有一个像有一个怪味，不好意思，我先离席。我这手都柳在柳丁味，我手是柳丁味。要咬吗？可以咬，你可以不用咬，咬啦，咬起来，吃得下去，很好吃的，哇，巧克力的感觉，巧克力，可人，这是别动刀，说什么？是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的感觉啊，薄荷巧克力的感觉，薄荷巧克力，可是我刚吃柳丁，真的搭甜点，对啊。巧克力哦，这个超过我们的那个接收的那个哦，有不一样的感觉，不一样哦，不一样哦，那种不辣的花椒，不麻的花椒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类似，嗯，正确，然后是八角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茴香，茴香，对，要帮我拿吗？蛮丰富的，很有趣，巧克力八角花椒，印度人他们吃完那个，他们都用重口味嘛。我觉得你会喜欢，读不出来的啦，你会喜欢啊，你会喜欢，很像中药。你有吃进去
吗？你们咚咚咚的声音。你不要这么好笑。朋友，有朋友。好的。然后还要演，还要演。不好意思。用演的。嗯，不合，口香糖。用演的，就演的。这就是这个。来了来了来了。肥皂。肥皂最多人，对，肥皂。就是那种洗澡不然吃到沐浴乳的味道，是洗发精。洗发精没给我，那你说味道很丰富啦，从前就全中国这样，对，全中国味。后面应该就是比较是八那种八角味的味道，不行。巧克力味吗？就是肥皂。没错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味道很难去除。好，那个花瓣的味道，花瓣，滑板，花瓣，滑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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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啊，滑板。来，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。你有咬吗？还是你只是干没干没干没？哎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是假的，很甜，喜欢呢。对，我也是蛮喜欢。可是这个小姐，这个小姐不喜欢。为什么香不香啊？你先咬吧，我咬。咬，咬，我已经到昨天晚上。嗯。那个味道。八角。我现在整个鼻腔都是那个味道。我的。蛮黑胡椒。黑胡椒啊。你们好细腻哦，你的嘴巴味蕾好丰富哦，有点罗勒，罗勒，你的味蕾很丰富哎，回甘回甘的，对，还有那个什么甘草，嗯，中药那个甘，太快太快太快，泡面比较好吃，泡面的味道比较好。你觉得前味不怎么样，中味、后味好吃，太人工了，后味比较好吃。